来，直接剥开，不用不用把它不用的，好，不用不用，塞进去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啊，你来静候参加嫁好安哈，你哪会嫁安呢？哦，跟他拢这样啊嘞！用一条湿毛巾包起来，放在冷藏，嗯，哦，冰一个星期，嗯，哦，湿毛巾包着，嗯，然后他如果冒芽的时候就可以种了，嗯嗯嗯，哦，我敢去不？因为现在天气太热，所以必须要靠冰箱，嗯，哎，等一下我复述一次，你说把它剥开，对，然后呢毛巾包起来，对，然后放进冰箱，对，放一个礼拜，对，哦，然后就随时注意它有没有，一个礼拜后再来看有没有发芽就好。你要多剥开，它，啊，要不要全部把它分开，还是要全部分开啊？一颗一颗分开，再用毛巾包起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有背干哈？背干也在加一块的吗？哎，别在，别在，背干别在，嘿，人家弄很强一种的哦。哎，太神奇，你看啊。嘿嘿，对，因为它现在还不会发芽哦。这个是还很结实的。是这样就会长蒜头了吗？这个是长青蒜的，哦，所以过年要采青蒜，有没有？好，哦，就是把它剥开成这样子就好。好，这样子就好。好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子。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用太干净。那你用毛巾包？哎，对。什么包啊？毛巾包，或者是一些假设这是你的毛巾，好，那你就把它放着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包起来，就这样，包起来，然后放着冰，让它保持有水分，不吃不喝那些也都可以。它冒芽，它冒芽自然它会变冒了。对，冒芽再拿出来，对，拿出来之后就可以种。然后每三天要看一次，不用了，一个星期啊。再来吗？再来这边种啊！我到时候用那个花草给你们种啊。好，哎呀，再来这边种。哎，好，对啊，再来这边种啊。OK。